哦，那有重呢，不是无重呢。他袂了诶，感觉师傅去有搬物件落来，一上一下诶呢。居然哦！欢迎收看水电爸爸。大家好，我又来啊。阿王爸，安怎个有翕一个各种工种缺工领开始领几年安尼嘛？对。啊，你个有甲我讲啊，其实佫有一两款工种还无访问到的，伊迄竟然当月入九万啊！啊，伊是啥物故事安尼？真个无简单嘞。啊，咱今日拄仔好揣着两帮人，啊，咱来甲访问一下是安怎拼有法度通啊月入九万以上？啊，要看进程，大家会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铃铛 ，Let's go。一包要叫嘛，做客嘛，你跟两包来落做伙。安尼就免徛地砖。三楼，一干木五红砖，等于是两百包。三楼呢？屁行，两百包砖。啊，四点就好啊，两百包四点就好啊，你安怎卖啊？啊，着人买我呀，两百包啊，还有一铺沙安尼啊。啊，像今仔日遐，遐安尼一包头四五十公斤嘞。对啊，就带带带，我着一年安尼啊，三楼啊。真正厉害。哎呀哎呀，还是加了加工做啊。啊，你加工嘛是会当做啊，嘛是爱做啊，啊，逐工着咧做啊，已经莫十年啊。来啦！我讲想要赚咱侪钱诶，要做何知影？啊，夏天嘛较流流汗。平常时啊，三十几度啊。吓，即落好天头要到四十度啊，你搁有啥潮咧搬？有分迄个四地，嘛有分五地。啊，一百两加两箱无好咧。无啊，遐迄个较济地，咱加两箱；啊，遐个八地加两箱较重啊，免逐撮拢摸啊咧。我摸看。吓啊，两箱你当摸看卖。人海又闪着，比个沙较重对。哎呀，比沙较重，这嘛比阿门陀较重嘞。比阿门陀较重哦。对啊。啊，有态度石英的啊，有态度是代理介绍的，所以较重啊。我无说较遐重啦，收的，我当做伊啰嘞。我要几千块重伊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请着这位，免啊穿好。我叫龙啊，龙啊，龙啊，龙啊。龙啊，甲你请教一下，像咱这搬工的时阵哦，大部分要安那去算？一天点工头要三千五至四千安尼，不一定看几楼层，愈悬愈侪钱。哦，啊，搁有分安尼，分点工甲包安尼，就是看数量，若数量较侪，就是有包的安尼。我应该问一下，你同介做领到偌侪？一天六千。啊，你量较侪啊，啊搁较悬楼啊。头家就讲你一个人处理你安尼，六千。六千。嗯。啊，进前捌听讲你用包，摸啥物货同介做？摸马桶，一天摸九十六粒一体，啊，一天一万。二三四楼啊！我哪有挑唔对无？今天，大体咧，两点就好啊。然后你要安装就莫加。我若要安装就足惊破啊！今天，一间莫九十六日，下晡两点就停车啊！哇，你真厉害啊，真强啊！啊，你敢有法度逐工安尼莫？有。啊，你一定做偌久啊？做十年啊。反正一个月。固定拢休礼拜，啊，有时啊礼拜嘛爱做。是咱末了隔工再继续安尼无？对。像咱这个新这土菜安尼，要磨起来，搁磨落来。我看你咧地那敢拢地足大包。安尼较唔免加坐庄，就是无啥物技巧，你手尾了有够，啊，你就一个细安尼起来安尼。啊，脚力嘛有，脚力嘛有够。你若爬较悬楼的，就较硬啊，较悬楼的，正常外口是拢叫差不多两个至三个接力，我拢是一个人直上直下安尼，外口无。几个瓦度的，同款一个爱摸起来，啊一个爱摸落安尼哦。啊，佫有一方面，有当时啊，咱捌定定拄着请迄个工来用搬一下就走，还是甚物情形？可能就无瓦度啊，无材料赚啊。哦，算讲就赚钱多一些安尼啊。大家啊，娘娘本来就无共口，准头准出就无平等啊，无大家人一工。拢甲我摸同款的数量安尼啊，好，这体力嘛有差，对，每一个人能力嘛有关系啊，对，唔是讲哦要起来要落，啊所以有当时啊呐边边啊介绍，咱啊量较少，迄可能工课就较袂晓放。外口有诶是拢用花用包诶啦，啊伊迄就是比如讲伊一盖拢细包诶沙，像这种沙伊拢爱两包，啊不过你若讲你站几工诶四楼五楼安尼，伊无在调啊，一礼拜可能几工啊有法度啊，无可能逐工拢安尼有法度啊。
嘿，伊若讲一盖拢两包安尼啊，无，迄拢冻袂久啊。因为我较早有做过，一盖拢两包、两包、三包的无。有做冰的啊？做冰的，迄拢两包的，迄无法度冻足久的。逐工安尼炒啊，无法度。也是啊，嘛要去爱分配好好。你是要趁久长的，因为你的膝盖嘛袂堪住啦。啊，等于讲咱若要摸这第一，啊，做咱家己的体力。对。啊，第二面角爱了钱。对。较袂讲钱赚着人受伤啊。对。也就是讲今日做错，明仔在面做。明仔在面加，第一就要。啊，像恁咱即卖床啊，拢换哪摸？嘛是短坐啊，安尼啊，啊用摸的。看老站啊，你若讲二楼有诶，用桶啊掼掼的，安尼落落的掼掼起哩，安尼。用掼毋是较忝吗？用掼较忝，不过二楼尔无差啊，用掼啊。二楼无差。啊，你若四楼五楼掼，你的手较无力啦。你若掼一抓两抓，掼几工诶，无在调。手错啊，对，我懂。啊，所以也是短短用拍。对，较力啦吼。嘿。好。你头拄啊讲点工啊，甲肉伊的分别是差安怎？点工就是头家。感觉若落介济数量一点仔尔，就是互你点工安尼做做安尼。看头家啦，头家有诶，感觉数量较济，就互你用包，伊免搁伫遐装来装去安尼啦。点工就是安尼啦，一般就是讲，伊一工诶工过八点钟来做诶好诶时，有当时啊头家伊就用大概只一工来做，我只算一工用点诶，就规工互你做。但是你若发单提早做完，同款算一工个。所以人啊，点工啊个半一半，头家袂了。对啊。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因咧请这点工的时吼，拢甲叫靠责任的啦。我捌看到咧搬这哦，安尼搬啊双手机啊。我嘛有看过一间便所压两工的，你有看过无？三楼啊一间便所压两工。一间便所十几平。无，就一般的便所就压两工。那像安尼，你若是无责任头家就了。啊，咱若用肉的。肉的就是数量较侪，哦，比如讲过来清地砖啊，哦，啊个要改套房的，啊过来清地，啊个要加钉，啊头家感觉讲伊叫工啊来，伊该顾你啊。伊不如包你，也是比如讲，像迄我打工的九十六日买汤，头家就讲啊，你着叫四个师傅、水电的师傅来搬嘛是一工，不过师傅搬了几工无法度做。哦，对，阿姨就是接正工。像阮水电的时阵啊，数量遐侪，九十六日一日像你讲一万块，我叫四个师傅，我一工搬起来工资可能超过一万，倒不如。拜托恁来搬啊！我往那一万包，第二天我师傅阁有法通做，对，阁袂遐忝。啊，物件阁用达到阮的定位，阮要做的所在。对。哦，安尼做啊，一兼二顾，头家嘛好，啊咱嘛好。对。啊，你若讲像讲用包的，有当时啊，头家的数量也较侪，咱准加包六千啊八千。哎。大部分若用包，拢赶紧甲搬好哦。当然啦，愈紧搬是阮的本事啊。唔是讲大家拢有法度的啦。你若讲真正都欠钱啊，还是讲你感觉你体能袂？另外，阁有责任，有当时吼，用来找恁拼看卖啊。即摆少年啊，较无法度做这种物件，做这种工课，因为这热人足热，就是一直流汗，一直流汗。嘿，啊，我衫裤已经换一梳起来啊，我一工扎出一梳衫，上少就五六梳啊。逐梳起来拢淡，等下流汗，衫裤规个淡，无像去跳游泳池安尼。啊，所以你就莫名其妙感觉足重，足艰苦，袂爽快。啊，所以换。有你讲做十几单啊，其实呐，做十几单面角拢。有啦，遐一寡头家拢会足信任的啦。头家来就讲讲的，就钱好你就走啊。对，这重点啦，钱好你这句足重点。无固定的头家，唔就拢现搬现领。对，现搬现领。啊，有当时爱袂搬好，较信任的钱先好你。对，伊就讲伊先走啊。安尼。算是有信任，才会当安尼，无你也干做到。是假，人就无伊安尼喎。系啊。你若讲无责任的，还是讲无足实在，也袂搬钱先哦。你到遐较等的，就肯定来，那无看人，面家又完蛋，是无伊啊。伊可能我那头家捌拄着这样。对啊，嘛有啊。咱今吼，卖搁甲师傅缠着，无惊搬袂好啦。啊，谢谢，足感谢。OK。师傅，谢谢哈。啊，头拄咱看师傅咧搬一房，搬两包，我嘛体验一下，但是阮这老人啊，搬一包就好，唔通害死家己。我那有重呢，不是无重呢。差袂了诶，感觉师傅佫有搬物件落来，一上一下的呢。居然，我搬过吗？哇，有人遐大包。真正咪咧翕卡呢吧？平常时啊，个安尼嘛，哇塞，我多，一定要做三包起啊，我搬一包就好啊，唔好搬到老公面啊，就安袂做。嘿
啊，那搬一桌的，安穿穿皮皮啊，人搬两包啊，三包啊，那边安怎？头头有讲过呢，炒两百包呢，也袂一百包，软烤卖讲两百包。即安尼增加安尼哦，即若要缀几工也有法度，安尼缀一撮就感觉足忝嘛，要唔知着用几工。还有咧，是还好啦，就像咧运动过量安尼，感觉拄啊运动起来较忝死安尼啊。啊，咱今日来到现场，啊，拄着这体力活的工课，就是专门咧运搬的。啊，咱来甲访问者，甲你问者，咱今安尼像安尼搬的时阵，一工拢超偌济？二楼。2500，三楼3000，四楼3500，五楼4000，一斤。你多了较少，看待我你好。哎呀，破数量，破数量，嘿，数量。那个以上以下，哦，价格拢无同。以上以下较轻。哦，以上以下较贵。刚入来了，食饭拢用百下个。哦，因较爱点工，就数量少的，先较爱点工啦。迄一工2500、3500，2点钟、3点钟，赚起来因。啊，若数量多的是用百的，一工你讲上多一工要偌济？要几千？一万块。一万。大家咧拼一下啊！一工一万块啊！啊，甲你问一下，因头拄遐上差啊，咱搁落下啊车。你头拄有讲过，讲上届就一工赚一万块，是甚经营？像咱这样个，这样无形的公务嘛。啊，医疗去第一行啊靠，啊要叫初工十个。啊，叫两个落去接，四后半两个落去接。啊，等于一个所讲2000嘛，啊，两个加讲4000，哎，拄好一万，伊也叫你家己去叫人来。结果我拢无叫讲，也无叫加讲来接，我就直接家己接迄路的。这真正我那有迄个体力、脚力，真正足重要。啊，你捌拄着迄较特殊的搬啥物件无？139公斤的。139公斤？42搭电池，只要3000几。租起来，伊应该是咧去楼顶租的，啊，伊甲租起来还用人个啊，安尼啊，用报税两个人，安尼一前一后啊，啊，迄个推平看，含推个平看，伊一下脚在先做好整理准备，等下爬也袂使停，啊，无迄无通扛啊，伊只大只宽，你楼梯扛袂落，下脚迄个人走袂离啊，你若退落来，下脚迄人会粉碎性骨折，安尼师傅就是粉碎性骨折。伊是跌着啊，是跌着啊，闪袂起啊。搬一届差不多偌济？迄一工搬四台，五斤啊。啊，半工啊了啊，四台半工。啊，问题像你讲的，若跌落粉碎性骨折了，错晒啊。迄头家爱看你真正会晓起来的人，伊还敢教你起来，啊无伊伊嘛唔。啊，你是拢食啥只用着？我是食加辣的尔。靠卡力，拢靠卡力，咱大有听着，靠卡力。像咱咧搬怎啊上重？你讲搬偌重？我轻轻啊尔，两包粘着剂，哎，两包搞偌重？50公斤，啊，搬到几楼？五楼。一楼搬到五楼。那有停无？较早。无停，啊，即卖拢会停啊，岁数较多、较济啊，哦，年纪有啊，对，过身体啊，上好你卖个皮就留伊过工啊，你会使省力，你家己爱想办法省力，因为你在工地啊，等咱啊会省力，咱家己的角度，一工安尼加一两百桌，佮规一等于佮拢袂算停安尼，这才是厉害的所在。咱进啊，好门啊，差不多啊，无共趁着人的时间，咱来看伊实际安那搬的，啊，大家来参考看卖啊，变看卖。一天6000一万的，有在条拼看吗？会保证你分的遐。我咱来看一下哦，师傅要表演了，一排要摸两包，安尼来袂记啦。我靠！啊，先到边啊，好，莫甲冻着。哇，好啊，多。照那杯嘞。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观众朋友都看有的，也应该有一些想法，欢迎都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一下，这样好，这一集就到这，拜拜，再见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看这涂骹澹米露有无？啊，这两件衫，这不是泼水的呢，这是伊两点钟一直换两件衫，是规身躯澹去的血汗呢，这真正是流汗的呢，真正是血汗钱靠身躯来赚的了。嘿啊，所以讲感觉讲做这是因的骄傲。